你又并不是没长眼，不是？谁能帮帮我？谁能帮帮我？用我来。你能给我讲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今天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大家都出来散步晒太阳。刚才有两个小男孩欢快地骑着自行车从我们身边经过，一个小女孩和妈妈奶奶骑在阳光下散步，两个小女孩在比赛骑小车，脸上都带着天真可爱的笑容。一对情侣在长椅上谈情说爱，好了，到了，我该走了。其实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正在演一个盲人。Thank you.